多，嗯。做了14次手术，大小手术。我那是因为搞专案，石伯仁总理叫我到医院去，我可以看到总理。等到专案是什么东西？专案。当时不是文化大革命，说你是叛徒，说他犯的，不都成了一个专案组吗？嗯、审查你吗？专案总理要管。叫专案。对。您是搞专案组的。中央让邓大姐看专案，帮助总理，具体工作是我做。说总理要问这个专案的事情，必须我拿着材料得去，所以我得、哦、我时不前经常去，就跟总理去探讨这个专案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。比如这个案子，我就是总理送来了，哦、总理看要批，批完我要送走，就这个。其他的秘书，还有就赵茂峰，我的老伴儿，老伴儿啊、嗯，他是给总理到故宫。